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由我独立制作的第三张个人专辑《梦不落雨林》Namnana 已经在全球发行了。Namnana 的灵感是来源于狮子王的 Hakuna Matata， 大家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下都可以使用它，它可以表示一种心情，也可以是说对梦想的憧憬。梦不落雨林 Namnana 绝大部分歌曲由我本人独立完成编曲制作，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内